像林佩的关于马航啊，关于马航啊，我看到那个飞机的好多仪表盘呢，飞机的好多仪表盘呢，看到飞机仪表盘呢，然后看到那个塔台呀，就是控制中心的塔台呀，控制中心的塔台呀，现在发现那个控制中心的塔台，你的螺丝一拨啊。那个飞机上的那个仪表就会变了，那它的那个塔台上啊，塔台那边一拨啊，仪表盘上面那个数字就变了，然后你再一拨啊，就变了，再一拨啊，就变了，然后那架飞机什么？那架飞机成了一个遥控飞机了，那架飞机啊已经成了遥控飞机了，那架成了飞机成了遥控飞机了，那架飞机成了遥控飞机了，那架飞机成了遥控飞机了。飞机上的那个拿着方向盘啊，本来它是可以决定方向的，它成了个木偶了，它成了木偶了，它几乎在玩游戏机了，它这似乎在游戏机啊，比如说我们在开那个游戏汽车的时刻，开游戏汽车的屏幕上看到那个，看到那屏幕上那个啊一条条道路街道啊什么这都出现了，他以为是真实的，驾驶的人以为是真实的，但真正的。我们一个模拟汽车在那边的话，玩具汽车在那边的话，实际上原地不动。当然了，飞机是在动了，当然那个人看起来看到的场景呢，同实际驾驶的是不一致的，实际驾驶的不一致的。奥秘在哪里？在塔台，在塔台那边，塔台那边控制中心，塔台那边，塔台那边。所以啊，你要查这个马航，要到塔台这个地方去查，要到塔台这个地方去查。查那个驾驶员和飞机没有意义，查那个驾驶员和机上的乘客没有意义，为什么？他们都是受害者，他们都是受害者。关键问题在塔台这边，关键问题塔台这边，塔台啊，相当于给那个飞机啊搞了一个钩子啊。你看那个人家，比如说有的大货车上面啊，一车的东西啊，人家搞了一个铁锚啊，一钩一钩把它钩住了啊。勾住一个，这个车啊，相当于被人家控制了，但这个，还不一样，还不一样，它是一个钩子啊，就钩到那个飞机上了，相当于钩到飞机上，塔台在控制，那个塔台在哪里呢？塔台在上海，那个塔台在上海，那个塔台啊，在上海，塔台在上海，浦东啊。起征有点难度啊，起征有点难度，但是还是有办法起征的，还是有办法起征的啊，还是有办法起征的。看塔台，看塔台啊，看塔台，看塔台，看塔台啊，就是那个指挥塔的塔台啊，塔台啊，塔台，塔台，啊啊，就这样啊，只能说这么多啊。